우리 매번 하던 대로 나는 위에 쏘고 강혁은 밑에서 구해. 에? 하던 대로 하라고. 오, 김동진! 42岁南韩演员赵寅成近期在韩剧《异能》中饰演拥有飞行超能力者金斗植，精致帅气的脸庞配上188公分的高挑身材，让他人气又更上一层。有着长腿欧巴之称的赵寅成，私下其实相当真实。近日在南韩论坛，有网友就发文透露，赵寅成如果不染发，两侧的头发就会变白。而赵寅成私下状态其实没有在电视剧中年轻，私下的他没工作时就会戴个帽子出门，自然面对两鬓白发。原po最后还是惊叹，不过帅哥就是帅哥。2018年时，也有网友分享赵寅成零伪装参加中国旅行团，团员都是上了年纪的长辈们，只见他低调穿着灰色背心，戴着鸭舌帽，毫无违和融入旅行团中。除了完全藏不住的身高，让许多网友直呼，瞬间觉得他好亲民。